中东的所有问题的根源啊，是他的宗教内部的问题，还不是外部、啊、好比我说这个犹太教、天主教，也有人叫基督教，也有人叫伊斯兰教。天主教跟基督教基本上是一个教，犹太、基督、伊斯兰有这三个教嘛，对不对？这三个教都系出同源，都是在中东或者阿拉伯半岛那，就都是那一区，从很久以前，在那个年代四千多年前呢，就是充满了，因为人对自己不是有很高的自信，那时候又动乱，所以在那个地区因为贫穷动乱，所以宗教信仰非常的重要。为什么宗教信仰很重要？他没有宗教信仰，那未来他依靠什么啊？现世一看左右都是这么苦，这么的惨，也没有什么希望，他当然把希望寄托在他的未来，所以宗教思想在这个区域非常的发达。这就出现了犹太教，四千年前，两千多年前是天主教，一千四百年前是伊斯兰教，基本上这三个是一个，这三个教都信奉一个真的神。这个真神他做出了一件什么事你知道吗？创造了宇宙。这个在圣经里面你很清楚，伊斯兰教也是一样啊，他们认为阿拉创造了这个宇宙，所以只是名称阿拉啦，神 God， 或是说这个犹太教的他们 这个天父什么的等等，都是同一个，只是你的名字不一样。那他们的教同一个发展出来，那后面差在哪里呢？第一个我们说犹太教，犹太教说世界末日还没有到，将来会有一个世界末日的时候，会上帝就是那个真神会派一个救世主下来拯救我们全人类，这是一个犹太教的。那他现在认为救世主还没下来。那基督教或天主教说救世主已经下来了，就是耶稣基督，这是上帝那个圣父派了他自己的儿子到了人间，这是这个救世主。可是在伊斯兰教呢，伊斯兰教说这些通通是先知，所谓先知就是传达神的指令给人间。耶稣基督是先知，在可兰经里面他承认他是一个就是很出色的先知，但是对不起，他还是先知，他不是神，真神就是那个阿拉。那穆罕默德是谁呢？穆罕默德是上面真神派到人间的最后一个先知。所以你没发觉这三个宗教基本上彼此血缘关系是很深的、啊、那到底是谁对谁错，那当然就好像让人觉得是一个内部的一个斗争。这个我说内部斗争其实有时候第一个要先打出一个结果嘛，所以他们之间争执很多啊，这也就算了。你会发现伊斯兰教，我刚说的犹太、耶稣基督教还有伊斯兰教，那伊斯兰教你应该是一个派系吧，你应该要非常团结吧。哎，对，错了，伊斯兰教内部打得最凶。我先说这两个教撇开，伊斯兰教，伊斯兰教有两个主要的派系，一个是逊尼派，一个是什叶派。这两个派系就是对谁应该是我们伊斯兰教的那个头头、那个领导、那个大老板，两个的意见不一样。一个呢是认为一定是穆罕默德的嫡系的子孙，一代一代传下来，就跟这个皇帝传他的长子这个皇位是一样的。有一派是这样的，那另外一派说啊，不能够这样子，这个嫡系传下来，应该选择最优秀的人。他就分了两派了。这两派呢，你以为个别的他们彼此在打，彼此就很就是个别的这两派就很团结吗？啊，对不起，你去 Google 一下看，你就发觉逊尼派有哪些国家，哦，一大串，我说一大串，七八个、九个、十个。那什叶派也有七八个、九个、十个。那这七八个、九个、十个很团结吗？对不起，也常打来打去的，也在自己打。那我就在觉得奇怪了嘛，哎呀，奇怪了，为什么呢？打了几千年了，你们同一个伊斯兰教也打，同一个派系也打，为什么你这样打来打去呢？我请问你，别的宗教有没有这样的问题？好比说天主教，天主教全世界有多少这个教徒啊？他纯天主教的国家就有十个，那还有很多在各种不同的地方。天主教，你知道天主教也有很多的教会啊，你别以为天主教就一个。我是天主教教徒啊，我是天主教方济各教会的，
天主教底下有多少本土会、方济会、道明会、奥斯丁会、耶稣会、慈幼会、德莱会，一大堆会，他底下还有分呢、啊。但是他们为什么彼此不打呢？这也是我自己所想的哦。这个是不是这个样子？可能大家也可以自己去想。最起码不是哪一个这个对宗教很了解的人告诉我的，这是我的想法。第一个，他不会打来打去，原因是他有一个统一的大老板，他的大老板就是教宗。这个教宗在的地点是梵蒂冈，这就是天主教的王国，就在那里，大家都只信奉这唯一的教宗。那教宗掌有唯一的权，所谓的权就是任命权跟预算的自用权，通通在梵蒂冈。他要派谁当哪个地方的红衣主教，一定发自梵蒂冈。梵蒂冈也有统一拨这个钱的这个能力，预算在哪里去支援，当然到底下系的，可能系的底下红衣主教有多大的权力，这个又有别的主教有多大权，他们可能权责下授了，但基本上权力集中在梵蒂冈，尤其是那个天主教的 大老板是在天堂的那个圣父啊，就是人间的那个大老板叫教宗，好吧，这是一个。伊斯兰教看不到吧？没有。那我觉得这个还是次要的，其实这个不是真正的关键。你去注意看，伊斯兰教基本上只要扯入这个战争里面的国家，基本上都是政教合一。可是天主教一定是政教分离。所谓政教分离，就是你只是一个形式的象征，你没有那个行政的权，你没有那个真正的抓着那个大权。就好像英国跟日本的这个叫做英皇、日皇，他们就是一个所谓的名义上的精神领袖，他能不能够实际去指挥军队，某些特殊情况之下可能会有可能，好比说二战的时候那个日皇，我看也是指挥的这种军队啊，但是基本上他们不是实际的执政的掌握预算、国家预算或者军队权的那个人，他不能决定战争。或许他们要跟你去报告，好比说英国首相、日本首相要去跟这个天皇报告，哎，我们要发动一个战争了，但是他们决定了，你这个皇帝基本上没办法否决的，所以他的实质权没有，他是精神领袖，他是分开的。可是你去看，只要卷入伊斯兰教这个战争的，都几乎是政教合一。好比说伊朗的什么什么科梅尼那些，又是政又是教，所有在那一带的，你包括阿富汗那里，是吧，都是族长，也是宗教的领袖，所以他又负责你的信仰，然后他又抓了实权。所以真正的问题在哪？你说这个教宗掌握了这个唯一的权，我跟你次要的重点还是在叫做一个国家的治理的那个实际的权，抓权就是为了争这个权。所以它是真正的关键，就是因为这个权力的争逐，大家在争同一个国家、同一个教派，我们为了要争这个权力打。同一个国家两个不同的教派，那更要打了。两个不同的国家，那怎么能不打？所以那里动乱永远都打不完，好吧？这就是那中东问题现在已经爆发开了。那我听最近一些这些所谓的政论加这些名嘴啊，在那讲，都认为这个战争不可能拖很久。我也认为不可能拖很久的几率大。如果你叫我现在压一下，我说九成，也许在今年底之前就会结束，就会又恢复到不可能和平，就是可能就不会再打了。这是九成，但是还是有一成的，或许两成，不一定，你要看它的发展。的确是有一些它的这种可能会降下来，但是它的有些问题是真的解决不了的。那我现在举几个例子给你看，好比我不要说以巴怎么打的，以巴在那里打，你知道最近一直在惹事的是红海，是也门的胡塞组织，他一直在那里发射无人机攻击这个英国的别的国家的这个商船，也攻击军舰哦。商船因为都很空嘛，我们是海军就知道了，商船那个好大的一个货舱啊，它打到前面基本上都伤不了人的，除非打到后面那个驾驶舱的那里，那个人住的地方、厨房、吃饭的地方，那会有人
伤亡，打前面都没事，因为前面都太大了，一个好大的一个商船只有后面一点点是有人的，可是万一他只要打到一艘军舰，这个问题是不得了的大事，因为军舰人多啊，那么一艘船两三百个人，然后有弹药有油，打爆炸怎么办？那现在你可以看得到，每天这个胡塞组织都发射这个无人机，哦，今天又被这个美国的、英国的什么的军舰给他击落了多少架？对啊，每天你都可以看到击落15架、击落18架什么等等。有一天一架突穿呢，只要突穿一架打到军舰，上一次打到那个叙利亚的一个美军的什么什么基地去，不是才死了3个人，美国就大肆的报复。那万一打到军舰死了几十个人呢？甚至一艘军舰沉掉呢？那美国要怎么样去他的报复呢？那有没有可能让也门这个叫做胡塞组织叫他，哎，你不要攻了吧，或是说把它消灭呢？大家看一下也门那里的图，这里有几张图。第一个，注意看，这是也门胡塞组织在这里，你注意看哦，他这里的这个山啊，平均高度2-3千公尺，起码大概都上千，最高高度3666公尺，在这里，这里有点像我们的中央山脉，但是整个中央山脉都卷在这里，所以你要知道这里，他们就躲在这里面，你要怎么样消灭它？你派地面部队去都很难消灭，为什么？他随便躲起来就躲起来，你要怎么消灭它？很难。但是他占据这个重要的位置来攻击你呢？你来看看这里的这个图啊，这就是他的图，你看啊，这就是他胡塞躲的这个地方啊。从这是也门嘛，一进来这里，其实也门这里都开始可以攻击你。这里有多长？950公里，这里有800公里。从这里走到这里，大概我算了一下，以20节数，大概要走48个小时。通过这里，那这里有这里有200多公尺，这个对不起，公里还算稍微宽的。但是你接着来看这个。是一个非常窄的，就是他一定要通过的这里，看到没有？这是也门那个角角，对不对？这里只有30公里，他过来这里，他想回避的几率都不大。然后这里有110公里，他走大概要走3-4个小时。你会发现，现在所有英美这些船被攻击的，全部在这一带。为什么？你很难闪避，他就躲在这里的这个山里。可能在任何地方打一个飞弹或者发射一个这个无人机，你如何去防范它？那当然大家就要去问了，能不能够你不要嘛，就是胡塞你不要去攻他嘛，对不起，那你要先去问以色列会不会停止攻击加沙。只要以色列停止攻击加沙，我觉得所有的包含胡塞组织、真主党、圣城军可能通通会停止攻击，因为就是你攻击我们的兄弟啊，这个巴基斯坦的兄弟，对不对？尤其加沙走廊已经这么惨了，你们还在那里这样的攻击，以色列会不会停呢？接着你就要去问，关键在以色列要停止攻击加沙，取得和平，这个时候别的地方才有可能停。以色列不停，他们就不会停。那以色列会不会停呢？我最近看到很多人批评以色列，你知道吗？我坦白跟大家讲，因为你不是犹太人。最近有 几个电影我在 cable 上看的，前几天吧，我看到一个叫做有一个叫做 Rock Action 的 channel， Rock and Roll 的那个 Rock Action 就是行动， Rock Action 有这么一个 channel， 他前几天有一个电影叫 Chosen， 就选择，就是描述在二次大战犹太人是如何的被德国人欺负。我当时在那里看的时候，真的是哦，我只想到说，如果犹太人是我的同胞，我看了这个片子，我只有心里在滴血。那你如果多看几部这种片子，你会知道，你怎么可能把这个仇恨放下来？讲说应该不要怎么样，不要怎么样，那都是因为你没有站在这里。我很久以前看到一个抗战的电影。那抗战的电影就是日军来了，攻占了一个村庄，攻进去，
啊，那一个主角，那是主角，他躲到旁边的草丛里面躲起来了，他看着到他的家人被日军杀，然后只要是女性，他的母亲，他的太太，通通被强奸，强奸完毕被刺刀戳死，这是电影里面演的。在二战抗日战争有没有这样事情发生呢？如果你是他，你这一辈子你会接受日本？不可能的。今天之所以说哦，犹太人你不要去打加沙，这些都是说的，因为你不是犹太人。你是犹太人，你到了这些集中营看完之后，你就会知道那种他们那种复仇之强烈。你就知道现在纳塔亚胡以色列总理他有听拜登的吗？理都不理啊。那你说哦，他们国内也在反抗，没错，现在可能也在反抗。但是你去想一个事情，如果我是以色列的军人，我是纳塔亚胡好了，我叫我停火，我就问你一个，停火之后你能不能保证我加沙走廊永远不攻击我们以色列？能不能保证这个事情？能不能够？谁能保证？我今天停火六个礼拜，然后之后化解了恩怨，然后我们就双方就修好，然后就从此天下太平，还是在这个六个礼拜他们整军精武又在准备从哪里再攻击我们呢？你想到没有，他们的想法跟你想法是不一样的。所以他的感觉说，我不消灭哈马斯之前我绝不会停手，因为他就是一个祸害，他就是我的一个，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，是吧？所以这个东西要有时候你站在犹太人，尤其在以色列犹太人的立场，你知道他也可以告诉你一些理由，我不能说他是对的了，但是因为你今天不是他，所以你可以讲出这种很漂亮的话，我们要注重人道，要什么什么的，好吧？这是一个很困难。那接着全世界都提出一些方案嘛，说我也包括我也在想啊，那以巴到底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？你可以看到现在全世界说的都是一个解决方法，叫做两国方案。所谓两国方案就是以色列建国，是以色列容许巴勒斯坦建国，在他的位置上建国，可能吗？这个以色列建国是在1947年，大概七八十年前他才建立的。那个时候是英国，原来那是英国的属地，他放弃了，然后开始建国。当时建国的时候是这张图，大家看一下哦。1947年那个时候，透过联合国，所有绿的是以色列的，这三个区都不是以色列的。你光看这个图哦，你就会觉得一个是莫名其妙到了极点。你为什么不能把这个整个给以色列呢？那就不是少了很多的冲突吗？或是你给到这里上面给别人，你这样子要他干什么？那经过这么多年的演变，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，第一个，这里叫做戈兰高地，戈兰高地已经被以色列占领了，1981年他立法了，就是他的了，现在已经是以色列的。他这里有五万人，这五万人呢，这里也是以色列的水源跟农产品的地方，就农产从这里主要这里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这里叫做西岸地区，西岸地区从开始到现在呢，不断的经过以色列的扩张，他把这里的巴勒斯坦人慢慢的赶走，目前这里有140个屯垦区，所以屯垦区就像讲了，以大陆来讲就是叫做什么的小镇小村，叫一个什么什么集市，就一个一个的有140个。那为了维持这里的秩序，他设立了100个军事岗哨，你就把它想到这里有100个警察局，但是那个警察局里面的都是现役军人，都是军人。然后原来这里都是巴勒斯坦人的，因为这里分给了他们嘛，现在有60万的犹太人迁进来这里了，那他们想尽的办法把他们给推出去，让巴勒斯坦人离开。那这次发生事情的是哈马斯在这里加沙走廊，就这么一点。好，接着请问大家一个，如果要实施两国方案，是这些通通给以色列吗？不可能。那依据哪一个文呢？就是1947年联合国的181号决议，就是绿的
是以色列其余要还给巴勒斯坦，可能吗？我只问你一个，这里六十万犹太人，你要他到哪去？全部退回到哪？以色列会还吗？这里已经他立法说是他的了，所以以色列不会还他的这个地哦。我跟你讲，地还给谁啊？怎样还可以？我觉得还可以去谈一谈，还有希望解决。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我吃了两三天，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。睡得好，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，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。因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，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，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，相当强大。你知道吗？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，称它是神仙的礼物。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，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，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，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、精神健康的钥匙。对帮助睡眠、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，也因为这不是药，有季节敏感、代谢困扰、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，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，做好日常的保养，身体健康没负担。每日克斐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feel good。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，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。